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北美生活体验。我的身后呢，就是中国人喜欢来的十个门。今天继续陪宝宝到十个门看一看，继续宝宝十个门的经历的下集。天气特别热，逛商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。Let's go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停车场停满了车。太热了，银联卡在这里，今天有活动。它就是水哎。像真的一样的哈，哦，假假的，吓死了！看那有大象哎，宝宝，你看那个大象，来摸摸它好不好？我放放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亲，哦，那是鳄鱼，来，过来抱抱你，要不要？好，抱抱啊。耳朵可以动动，你要不要看？鳄鱼，哪里有鱼？他可能看到那个蓝色的了。去吧，去吧，走，奶奶陪你去，走，走，往前面走。看到鱼啊！哎呦，有个树大树在里面。哦，你再找一找了，有个大树啊！你再找找有鱼没有？
哪里？小鹦鹉啊，这是小鹦鹉啊。哦哟，可能还是女孩子啊。那是你的吗？那不是你的嘞。拿回去放起来，拿回去放起，拿回去放起来。拜拜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哎，要这个吗？不要了，走。要哪个？要这个。来。先不要这个，等一下哪个？走了。嘎嘎，对。No no no, dear, don't get my. Okay. It's an hour. It's an hour. No way. No way. 绑了这头牛，得把它绑到车上，不绑到车上今天走不了了。是它，它就那个了。把衣服解开啊！哈哈，滚吧！要那个装置了哦，知道吗？哎，怎么走的？觉得这个车好像跟他有关系一样的。Thank you.
go in the park. Orange. Orange. Orange 回去哪？回去喽。回去哪？OK。太粗了。Yo, what happened here? Yo, wrong one.